好，下面请欣赏评书《隋唐演义》，表演者喘鹤雄。感谢各位的掌声鼓励啊！刚才小魏、魏凤祥给您说一段传统的单口相声，叫借火，也叫挂诗，这段不容易了，慢慢可能再过些年啊，就变成失传的曲目了。现在演的人不太多，很少了，不容易。用我们行话说吧，包袱比较少，大段的叙述能讲下来不容易。这场呢，换上学生我了，给您学说这么一段《隋唐演义》。可能在座的各位呢，有之前来过的朋友，因为我坐在这儿说过两回了，可能没来过的呢也不要紧，多多少少呢给您道几句书，哎，您让您各位啊也听得明白是什么意思。隋唐呢，顾名思义，从隋朝到唐朝发生了一段的故事。咱们说这点呢特别，也很多的前辈大家都说过，袁阔成先生啊、阎连元先生、沈前方、连丽如先生都表演过，哎，包括很多青年的演员也都说，包括我师父在这儿也都说过这段。但是开的地方不一样，有打头开的叫九老星隋，平南陈列北齐，哎，也有打临潼山救驾开的，这部书的书胆打秦琼那儿说，学生我没有，打程咬金这儿说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程咬金啊在这部书里边是一个比较可乐的人物，因为学生我呢也比较年轻，很多事儿没赶上，哎，说的人情扣啊到不到的呢怕您各位不爱听，所以摘了这么一点，用我们行话叫包袱山，最可乐的地儿给程咬金。程咬金什么模样呢？简单跟您一说就知道了，高人一头，炸人一膀。你刚才您瞧见学生我这身高没有？比我最少高一头，用现在话说一米九几的大个，有至少我三个宽，一大胖子，长这模样呢太悬了，叫电脸朱眉，蓝脸红眉毛，赤发突然，红头发红胡子，这脸呀长得忒寒碜了，挤出挤入的脸。好，尤其这最下边的嘴，这嘴呀得亏长俩耳朵，没这俩耳朵挡着呀都烂对了还了。您算这嘴得多大，咱也不知道它长多少颗牙，四颗獠牙呲于唇外，长这模样太凶恶了。从小是抓茄糕抢馅饼，打遍街骂遍巷，自是程咬金一出门，是鞍山良民做鸟兽散，大街上就没人了，净街阎罗称个老虎，就这么厉害。范思言刀伤二腚，然而关在大牢里两年多，也关大牢里老老实实的，不成，跟里边是吃头份喝头份，闲着没事他充大辈儿。打他一进了这监牢啊，各种牢徒狱卒是苦不堪言，所有挣的这钱都得孝敬他了，买酒买肉，但凡不如意大嘴巴就收你，动手打你还打不过他，哎，板子打棍子抽他不怕呀，皮糙肉厚，滚热糖出来这么一人，好不容易赶上老王宴驾，心慌登基，大赦天下给他放出来了。放出来就别干这范思言的事儿了，从自己母亲那儿呢拿了条破裙子，说是裙子，好几十年了，让这虫子咬的耗子刻的呀就跟这个破布没什么区别了，拿到当铺里边讹了人二两银子，拿这个钱买了点竹子，自己的母亲编耙子，编完了跳到集市上去卖。你卖耙子你好好卖不成，那集市上分地儿，哎，这附近卖粮食的，这附近卖鲜货的，这儿卖山货的有地儿，程咬金不懂这个，他瞧着哪儿好就哪儿卖，哎，瞧见街边我这么一地儿不错，他把这耙子摆开了，人家卖耙子什么样，一会儿十二两，拆出一个买卖的，拿这草呢编成一十字一草棍儿，插在这耙子上，谁买自己问来，程咬金不懂，把这十二个全拆开，隔三步买一个，隔三步买一个，这半条街可就查严了，您算这谁能买呀？尤其他站在街边在吆喝吆喝，他还不是正经的吆喝，他叫人往这儿一站，嗨，你买房子吗？
加上他长这模样，您算谁敢买呀？全跑了，堵到人家门口卖，人掌柜的不干，出来三言两语给他将走了，说您找一大买卖折腾去，瞧您真不含糊，这人不吃姜，哎，跟他对着来不行，找一大买卖叫英雄会友楼，上那儿吃饭去了。您说您兜里没钱，跟人好好说说，要仨馒头两张饼子，人家也不会不给您，城里也不给。这一捆耙子放在人柜台上，上去成桌子酒席，自己一个人风卷残云全给吃了。说完没钱呀，跟人打架吧，打起来了，兵帮如斯，给人家酒店就砸了。砸了之后，这酒店的掌柜的来了，东家来了，老板呀，这老板可厉害。在江湖上有个外号叫铁面判官，油通油俊达，这人是什么人呢？在咱这部书里边值得介绍几句。当时的大隋朝，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全天下的降把头叫做赤膊灵官单通单雄信。这单雄信手底下有四大头领，掌管着天下所有的降马呀、强盗啊、贼呀，哎，各种东南西北各一路。这尤通尤俊达是东路的首领，就这么个人，哎，上阵打仗就是将军之才，很厉害。看着程咬金这模样了，很喜欢。哎，为什么？他是降马呀，大劫道的呀。您琢磨这劫道的，长一程咬金这模样得多厉害？这大半夜出去劫道，就甭动手啊！人家面前一站，那位就吓晕了。喜欢程咬金，咱可有一节得说好了。这尤通尤俊达呀，是金盆洗手的降马。哎，金盆洗了手，退隐江湖了，就不能再劫道了。当时单雄信手底下这帮人叫二八下账，怎么二八下账了？甭管您是抢了十块钱、劫了十块钱、偷了十块钱，两块钱送到单雄信家里，这钱不让您赔，这是您的劳保，就是说白了社保啊。哎，国子说您犯了事儿了，让官家逮起来了。善家出钱把您捞出来，您真说当初动手给您打死了不要紧，家里甭管多少口人，老善家养着，哎，就这么厉害。您说您干这行老善家保着，但您说您要金盆洗了手了，可不能再干了。您要再干，绿林道的人万人分尸。这尤通就干这么个角儿，哎，金盆洗手想法，把程咬金带到自己的家里，叫武南庄，请程咬金喝酒吃饭。程大爷呢，用很巧妙的办法讹了人家三桌酒席，给自己的母亲送去，连盘子碗桌椅板凳全跟人讹走了，讹在家里了。老这么住着不行啊，这么着吧，把您的老娘啊接到我们家住。尤通说：“对不对？您那是什么地方？小篱笆院，您再瞧我这儿，房子连成了片。”我也喜欢您这人，哎，在街面上也听说过程咬金这么一人，我打算跟您交个朋友。程咬金一听，好啊，这么大一财主跟我交朋友，从此这我就算找着饭门了。行吧，咱哥俩拜把兄弟吧，摆好了三义马，刘关张啊，哎，三个人的画像摆好了，供好了香炉，两个人跪在地下，上有皇天，下有后土，现有信氏弟子尤通、尤俊达、程咬金，两个人结拜为异姓兄弟，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如为此事，天把我怎么长，地把我怎么短。两个人起完了誓，杀鸡，哗，一刀把鸡脖子拉开，把这鸡血滴在酒碗里边，两个人一干，手底下人也把老太太接过来了。到这相互见个面，尤通的母亲也在世，哎，两边的老太太一见面，尤其程咬金这老母亲，莫是老完人。您别看老太太现在穷过得苦，过去人家也是总兵夫人，那是诰命夫人，对不对？哎，前朝人也是有身份的人，知书达理。两边老太太一聊很高兴，可是这老太太不像程咬金的糊涂，明白人，把程咬金叫过来了，一冷门这下来了。叫到自己的屋子里，你跟这庄主多咱认识的，怎么着人家就往咱家又送酒席，又送盘子碗，又送桌椅板凳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程咬金呢跟自己的母亲也不敢说实话，
那不敢说给人酒楼砸了。哼呀，您是不知道，这小子他欠我人情。头二年不是范思言给我关起来了吗？其实也有这小子。哎，范思言发了家了，我替他顶的事儿，顶的雷，他现在还咱的人情。老太太听，那可可以，但是我看着呀，这位大财主，这位油庄主可不像广开大买卖的，你呀得加点小心。炒地就哎，行了行了，这您就甭管了。接着回到花厅里，跟尤通尤俊达两个人推杯换盏，接着喝酒。有疏则长啊，无疏则短，一住就是这么小半个月，天天可什么正事没说过，打睡醒了就是吃。打陈浩天一睡醒，早上起来六七点钟，早点就送来了，好多少多少样，馄饨、炒肝、豆腐脑、油饼、油条、包子、小馒头、小花卷，好各种就端上来了，稀里糊涂陈浩天就吃。这一上午跟陈浩天跟这刘通刘俊拿着就聊，到中午十一点来钟，哇，午饭又做得了，好七个碟子八个碗的，见天俩人就吃。到晚上四五点钟，晚饭又齐了，连着好几天，这陈浩天受不了了，看看这菜，我有点吃不下去，见天这样不行。莫是老安人在边上一听，嚯，还有我儿子说吃不下去是吧？这难得呀！好，见天这么住着，陈浩天可寸不住了，绷不住劲了，把刘通叫到屋里来了，兄弟，来不来不来了。跟你这儿一晃也住了半个多月，朕格子见天请我除了吃饭就是喝酒，什么正事没有。你说吧，你小子找我准有事儿，说吧，让陈北爷我干什么。刘通这话一听，嘿，怎么了他们哥俩，咱哥俩这不就是交个朋友吗？喜欢您的为人，哎，爱您这条汉子，想跟您交个朋友。哎，甭拿这话前后，程北爷我不傻，甭废话，整个东阁县你打听打听，谁能喜欢程北爷我的为人，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。甭废话，说吧，找我准有事儿。刘通一听，行，咱哥俩好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也不瞒着你，您呀稍等片刻。出来把门推开，左一望右一望，没人，把门关上，咕噜门插过一放，后边推开后窗户，左右一瞧没人。我跟您说啊，确实找您有点事儿，我睡觉了，不踏实，出去推开门又看看，关上，推开后窗又瞧，回来，程门哥，我跟您说，我找您啊，再看看，又推开门看，又把窗户打开看。等他再一回来，高进把这被子拉伸出来，你要干嘛呀？不知这有通干什么呀？您谅解谅解，我呀喜欢上您这模样，还有您这胆量。最近呢，我要干一件大事，太需要您这样的一个人了。因为我不太方便出面，必须得有您这么一个人。所以啊，我想请您帮我个忙，让您给我干件大事，咱挣点钱花。好，您一听，你还能干什么大事儿？好，房子连成个片，家里多少多少亩的地，开个大买卖，你还能缺钱？说吧，干什么呀？我呀，要结黄杠。别的程咬金不懂，这黄杠金银珠宝什么全有啊，连衣服那是龙衣布。怎么叫龙衣布？皇上登基了，您给皇上贺礼，哎，做得了衣服得送去，那不是说三十五身就得了，那皇上穿衣服一天三开箱，一天最少换三回衣服。好比说这一个衣服设计的图案是一朵花，上午皇上起来穿这个是一花骨朵，到中午换这身呢，这花就得开大了，到晚上开穿呢，这花就得谢。而且不是皇上一人的，连什么娘娘啊、带妃子呀、各种宫女太监什么的都得有，连钱带金子带各种东西吧，全都得有，八八六十四万两银，咱抢这个，这是多大事儿？
那我不得小心点，不得周围看看，对不对？程咬金一听，皇上家的钱你也敢抢，对不对？你胆儿也太大。再说，你说他山东沿海的，你先等会儿。来来来来来，刚才你说这钱是谁给小黄送的？沿海登州城靠山王老杨林的黄杠。行了，要说别人的黄杠，我不敢抢，那是皇上家的。只要说是这杨林的，可以了。打今天起，他们就不姓杨了，那姓什么？就姓程了。为什么呀？前文书开书的时候咱说了，前朝这程咬金的父亲程咬德呀，是南陈马明关的副总镇。程破之在城头上拔剑自刎，这城谁打破的呀？靠山王老杨林。从小啊，这莫氏老人就跟他讲，咱家有个仇人，是现在大隋朝的靠山王太王爷，小皇上都是他侄子，您算算，哎，掌握天下兵马大权的，这是咱家的仇人。虽然知道可能没什么机会报仇，但你得知道这事儿。从小程咬金这耳朵里就灌着这杨林了，害死自己的父亲，这是我们家的仇人。今儿一听，怎么着？杨林的皇帝太行了，别人都不敢抢，这个必须抢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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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甭废话，抢他！来来来来来，刘俊达一听，您这大外行啊，哪儿您就抢人家这样？哈，您当人一个人看看这皇帝，那不行。首先来说，我得把我这身份递给您，告诉您我是干嘛的，干嘛的呀？你不大财主吗？不不不，那是明面的，实际上我可是降马。哎，瞧你小子就不地道，就像个贼呀、啊！哎，长得你就是个贼。刘通一听，没有您这个聊天的啊！而且我还不是一般的降马。哎，天下南西北有十三省，东南西北中，我是这东部的降马头。哇，还是个大贼。然后呢？咱可有一点，我金盆洗了手了，不方便出手，哎，得您替我出来。可是您要抢呢，您得先加盟我们这组织，我拉我入黑社会。行了，这就明白了，拿报名表赚赌钱，来来来来来。这咱也不用那么费事，首先来说，您能同意加入我们这组织就成，哎，您就出来当这个老大，我们所有人加上我手底下这小枪马，我们保着您，咱抢他。但和我一样，您这手艺可不成。什么叫手艺啊？您看那天咱俩动手打架了，您力气比我大，个子比我高，长得也比我壮，为什么您打不过我呀？我们这是会武术，您那不行，村口街边打架，好拿个半头砖砖人后脑勺，您这武艺不成，您得练武。再一个呢，抢这黄杠的时候您不能走着去，您得有马，您会不会骑马呀？啊，那咱没骑过。这么着，我呀先给您选匹马，您选个兵刃，多少呢，我教您点武术，哎，您练点武艺，回头咱抢去，行吧，挑马去吧。这给程咬金匹马他还不乐意吗？带着到马号子，好，马还真不少，百人来匹，挑去吧。程咬金左挑右选，挑了这么一匹马，可太漂亮了。这匹马蹄着背，高八尺，头着尾，长丈二，四蹄登空，翻蹄亮掌，是鬃毛万丈。这身上呢，一根杂毛没有，从头至尾是通体红色，有个名字叫大肚子蝈蝈红，学名火龙驹，真漂亮。这马标准体重，程咬金瞧上了。上好了鞍颤脚环，程咬金一拢这丝缰，啪，翻身可就上去了。您别说他没骑过马，上去就会。哎，就有人这样，我不知道在座您哪位啊，去草原玩去哪儿，您试过这骑马？大部分人来不了，哎，一会儿就铲这屁股疼，浑身上下就颠嗓子架了。但单有这么一路人，骑马他是天生的，不用学，上去就会。你从小我听这古书啊，或者看这个文本的时候，我还不太信，后来我信了。为什么呀？学生我就这种人。哎，真的，您还别不信，
打小不起码是胆小不敢，后来长到十八九以后啊，甭管去草原玩上哪玩，我上这马背我都会骑，真的到现在马术特别好。德云社后台好多演员都知道，我们一块出去玩去，在马上翻个身下掉下这票去，哎，您还甭乐，这是真的，雕羊冠军，这我也没机会给您表演。多大敢夏天我们再上草原玩去，高低我让他们谁给我录下来，回头发个微博您乐别看，还真是，这真是天生的，我天生就会骑马。这陈浩金也是，天生会骑马，到了骑着马转一圈，哎，没问题。刘俊达一声，行吧，带您到后院兵器库，走，您跟我再选个兵刃去吧。他一进来，兵刃库里也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并且去抓坦克车把拐子流向，什么叫带尖的带刺儿，带棱的带刃的，麻花的拧劲的，打出去的，来的回来的，十八般兵刃，他是样样俱全。陈浩金呢，挑来挑去，挑了这么一口，什么呀？一把大斧子，八卦开山岳，就这斧子头就有五十来斤，这么大，跟小半个磨盘似的。八卦开山岳选中了，拿在院子里唰唰唰一抡。刘俊达一瞧，您这不行，您这瞎抡乱砍，您这砍树还行，砍人这能让您砍着吗？来吧，我教您练武术吧。哎，两个人插刀换式。刘俊达给教这陈浩金练武，这陈浩金呢倒也不错，白天教十招睡一宿就全忘了，第二天教十招练得挺好，睡一宿就忘了，练着这么三五天，他小不会这玩意儿，这哪是练武的材料啊？那说的这样呢，多少有点迷信色彩了。虽然没有科学依据，但是传统的老先生都这么说，咱也得这么瞧。这陈浩金啊，自己梦中学会了这么三招半，哎，神仙下凡，梦里边教陈浩金的。你多的说陈浩金，谁说这武术都是陈浩金就会这三招半？哎，咵一劈脑袋呀，好，再套再套，就这么几下，就这三下。但他这三下半可厉害，将来您往后听，多少多少有名的上将都拜他这三下半了。哪三招半呀？第一下，劈脑袋。把斧子往下搬，斧头线斧短，拿后边这个大冰宽，后边有斧短踢牙呀，好，这么大大斧短踢牙，这踢上脸都没了，哪儿找牙去。第二招踢牙，第三招搬回斧头掏耳朵，好，横着拿着斧子踢，最后为什么叫半招啊？还是这招，哎，这么劈完他横着再回来，就这三招半。但可有一样，他快，哗啦大闪人真的功夫，这斧子就过来，一般人躲不开。梦中学会了这么三招半，第二天跟尤通一见面，哎，你小子教我的招不灵，我也记不住，我呀自己编了这么点招，咱俩试试吧。尤通一听，那您自己编的那更不行了，对不对？我这武术家练多少年武了，自己这匹大黑马牵过来，画上马花楞，一辆自己的兵刃，五谷脱天烈焰叉，两个人催马，咔，他就过来了。陈浩金这斧子肩膀上一扛，人家斧子都脱了，陈浩金他扛肩膀上，尤通一过来，冲，哗，就这一斧子下，可把这尤通给吓坏了，直吓得个三魂渺渺，是七魄茫茫。这一斧子下来，剁他人就活不了了，百万钢弓咕噜往下一滚，顺马上他就滚下来了。算把这一斧子躲开了，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哎呦，我的长哥哥呀，您这斧子招也太快了！哈，您自己编能编出这招来？哎，对了，咱这招厉害不厉害？太厉害了！正格的问问您，您编了多少招啊？哈哈，多少招啊？大招72，小招3牛毛。那您刚才用这个小招啊？咱这可厉害，那算行了。打这儿起，咱就等着到这天吧。俩人正聊着呢，打外边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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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进一个人来。这个人谁呀？就是尤通尤俊达手下的一个传话人，叫飞腿无能。听这外号你就知道，飞腿呀跑得快。当然他是现在跑得快，您再往后听，那轻功好的还有那么几位，可就数不上他了。飞腿猪能专门踩盘子的，
就是到哪儿放个哨啊，哎，传递个消息过来，跟这刘宋一说，刘光武，黄盖是下来，由打邓州出来一天了，预计啊两三天后，他6月20日出来，要么6月23日晨，6月23日就在这一天左右就会到达咱们这个地方。您呀、啊，早做准备。这句话一说完了，刘通就俊达撒开了武林剑，把自己手里的大小的响马可就都聚到武兰庄周围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先放一放，咱说几句这黄盖。这黄盖打哪儿来？怎么来？来龙去脉得跟您说清楚了。黄盖怎么回事？刚才跟您说了，为什么要我这黄盖？老皇上验驾，新皇上登基。所谓这新皇上，就是这小皇上杨广。您各位熟悉历史的也都知道，睢阳李杨广的很昏庸，未曾登基是先犯了六反大罪，镇兄屠嫂淫娘戏妹弑父夺权，太不是人了。镇兄屠嫂啊，拿毒酒把自己的哥哥毒死，嫂子霸占了，淫娘戏妹当然不是亲娘，自己皇上的皇后。哎，当然了，这皇后呢也不是老杨坚的媳妇儿，也是他从别人那儿倒过来的，他们家很乱呀，把自己这娘家给霸占了，就是他自己这个算是小妈吧。哎，自己父亲的妃子戏妹，自己的妹妹从花布长得漂亮，哎，调戏自己的妹妹，同父异母的这妹妹跳井死了，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最可乐就后边这个弑父夺权，把自己亲生爸爸害死，他登基，忒不是人了。这杨广登基之后，迫害忠臣，任用奸党，在朝廷之内，靠他的老杨林呢，那是正直的人，能任由他这么胡闹吗？耳朵里也听说点消息了，干嘛呀？率10万大军要进京擒王。擒啊，勤劳的擒啊，什么意思？我进京，我伺候您来。那您进京伺候皇上，也带10万大兵的，这好说好商量，是进来伺候你，进来瞧着不行，这皇位就给你扒上。好，那靠山王老杨凌谁惹得起？对不对？一封书信打入京城，小皇上杨广接着这封书信，当时就慌了。好，把自己手底下的奸党，什么叫宰相宇文化及、越王杨素，就这人全都找来了。各位各位，瞧瞧吧瞧瞧吧，好，我三叔急了，我的天哪，这率10万大军要进来，这是清军策进来，这好说好商量保我成，不好说好商量我这皇位就拿不住了。那几位一瞧，行，您甭管了，这宰相宇文化及也坏，您往后文书听，有的是他的事儿。坏，我给您出一主意，不顾惦记让他来吗？这您啊下一道圣旨，打到沿海登州，让这靠山王老杨林呢办64万两的黄杠银。哎，他办这黄杠，这64万两啊，说拿就拿出来了吗？没有啊，他得凑去。哎，民脂民膏啊，花尽地皮啊，那得等他凑得了，少说得1年半载，咱这边哎该做的工作咱就做通了，全都做完了，再进京他找不着蛛丝马迹就没问题。哎，咱就算唐才过去。杨广一听，那不行啊，好，那我三叔那是什么人呀、啊、那我让他办他就办，他要不办直接带兵来了，哎，不介呀，他要直接带兵来了，这就抗旨不尊啊，他要惦记找您的毛病，他自己得先没事儿，对不对？杨广一听，对，这主意好，一封圣旨打到沿海登州，送到这靠山王老杨林的面前了。一般人接圣旨怎么接？舍下香案，跪在那儿接圣旨，归完读完了，您得盖一佛龛供起来。靠山王老杨林安过去，人家不在乎呢，什么玩意儿拿过来我瞧。好，这就拿过来砸瞧，打开圣旨一瞧，瞧完这气儿都不打一出来，这不成心为难我吗？山东这边旱了3年，涝了3年，哪有那么些钱？老百姓苦不堪言。我这再给你凑这容易供，那老百姓活不活？
把自己手里野人全都叫来。哎，他手里野能人可不少。棋牌官、上官提、中军官高参胜，加上收了12个太保。怎么叫12太保啊？这靠山帮老杨林啊，这辈子没结过婚。哎，活了小70的，到死的都是童男子，没结过婚，不近女色。年轻时候练武，把这耽误了。到后来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您没后代再祖代不成，怎么办？收干儿子。这干儿子还不什么人都收，说随便进去人就叫干爹就成。哎，您得考试。哎，靠山帮老杨林赵玉水，您得来进来。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。进来您先考。哎，给你出个对子上联啊。上天言好事，这边回宫降吉祥。你这一个一个的您得会，上马也是，你要打老杨林，你打不了。亲自他上马试，披着这匹马，水火球红棒，两只手里一攥，在他马前都有三合勇战，打你两下没趴下，第三下给你扒了下来，哈哈大笑，都为一子干儿。靠山帮老杨林，您别看这么大岁数，在咱这部书里可厉害，大隋朝啊，四猛13杰。您往后听，排全天下的人得武功，靠山帮老杨林排第八，您算全天下那么些人呢？就说那会儿不像咱现在十好几亿人，那也得多少多少千万上亿人也有吧，人家排第八，这多厉害。那他那一子干儿都是宋主吗？您说吧。好，都有把事，都有武艺。来吧来吧各位，这圣旨不能随便给别人看，老杨林不在乎，来吧各位都瞧瞧吧，出出主意。上官迪好人，一瞧，哎呦，老王爷，咱这就不能干。老百姓现如今已经苦不堪言了，咱要再收这农民工、收这税，老百姓活不活？高谭胜不行，这人可厉害。到日后18路反王，有人高谭胜一路，正好借这机会叫中饱私囊啊，攒自己的钱。老王您听我的，这事儿咱得干。您要惦记。找人家，找人家茬，您自己得先没这没点，您得先没毛病，这钱您得掏。虽然这老王爷很善良，是个好人，但可有一点，真正老百姓的疾苦他是不在乎，高高在上的位置。行吧，一道懿旨传下来，好，就是山东省那帮虎狼吏，刮进地皮3尺啊，老百姓苦不堪言，叫一子而食。怎么叫一子而食？没得吃了，家里东西当卖一空，吃饭吃什么？没得吃怎么办？吃孩子，自己的孩子不舍得吃，一子而食，跟人家换，我们家孩子给您，您的孩子给我，回去煮饭吃，就苦成这样。这皇上您算是凑齐了，行吧，派人押解进京吧。派谁呀？大伙都正这差事，为什么？这是美差呀。首先说押了这么多钱，走到哪个驿站这儿，地方官员不得贿赂贿赂你，对不对？这是美差。大太保徐晃，二太保薛亮，行了，自己兄弟们别争去了，我们俩人去吧。哎，这是美差，肥差，谁能争去？对不对？两个哥哥站出来了，其他人敢圆？靠山王老杨林是嘱咐一番，两个人呀，千万要小心，尤其是现在天下响满云集。可千万保住我呀，给你们2000官兵保好这黄冈营，给我押解进京。每天150里一个驿站，每天就走这150里，别贪图赶路。哎，给我稳妥为鉴，送完了回来我是重重流赏。如若黄冈丢了，两个人是提头来见。行了，老王甭管了，两个人带着2000官军压着黄冈城出来了。刚一出来就这两位叫作孽呀，150里走出50里就安营扎寨了。这押解着这黄冈一听，哎呦，这官兵怎么了？怎么走出50里就停了？停了，天太热，歇会儿啊，跟我们哥俩做饭去了。这天热也吃不下去什么，咱吃点饺子吧，包饺子。那行吧，那您看您吃点什么馅儿的？随便，包个17-18种馅儿，好吧，再炒那么20-30个菜，和我们哥俩喝酒就得。俩人20-30个菜，17-18种饺子，那吃不了多少。
大夏天的，吃几口剩下的稀里糊涂可就到了。军饷可该可口可口，那当兵的好，咬的后槽牙，骂的牙太好啊。行了，私底也嘀咕，碰不上香的还则罢了，咱这趟差事认倒霉。这要碰上香的，哥哥碰上香的怎么着？跟着抢，太保爷呢？扔，不管他。走出来这么两三天，大军就差点哗变。这大太保徐晃、二太保薛亮压着黄杠往下走，咱先放放。再单说这尤通雍俊达，撒五路林剑，带着这么三四百的响马，跟一个地方叫长夜林小孤山可就埋伏好了。程咬金走到对头里，六月二十二的夜就在这等着，准备劫这黄杠。这身扮相可太厉害了。程咬金头戴英格绿扎巾，身披英格绿剑袖，长袍马褂，一水英格绿。好老远一看，什么玩意儿，西瓜成精了。一身绿，再加上程咬金蓝脸红头红胡子，您算什么模样了？跟尤通雍俊达在这树林边上一聊天，我说尤通，打今儿起我就算走马上任，当了贼了。第一天当贼，咱不能这么普普通通的。尤通一听，您还打算怎么着？当贼您还觉着挺光荣，还给您办个仪式是怎么着？哎，对了，咱得热热闹闹。您要怎么个热闹法？这样，我看人家百家开张啊，都放炮。就我第一天当想法，你得给我预备点鞭炮。这尤通一听都没听说。那当贼当响马，这都悄声息的事儿，您还放炮？哎呀，那不行，我就得咱特殊。你放不放？放我不抢了。那得给您预备。找手底下人，找那么七八挂鞭子，找点二踢脚，预备好了，您等着吧。两个人就这聊天说话，就说着呢。各位可来了啊！六月二十三日的夜晚，用现在的话说一两点钟。为什么夜里走啊？这大太保徐峰、二太保薛亮心里也有了算计。白天的话想好多，我白天睡觉省天热，夜里走第一呢凉快，第二这想了也得睡觉。哎，夜里走就没事儿，趁着夜里赶路。程咬金、尤俊达就这儿聊着呢，就听着远处哗啷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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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啷，骡子拉着这车，有这驳铃声响，慢慢可就过来了。腾腾腾，手底下人全都站起来，拿好兵刃，火把预备好，这边准备就点。程咬金跨马抡斧，最头领就出来了。尤通一过来，大哥您听我的，当响马得有这么几句话，说白了开场白您得给说出来。什么开场白呀？这么就这几句啊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砸此路过，是留下买路财。牙崩半个说不字，一斧子砍死一个，是管杀不管埋。程咬金一听，行了，你甭管了。哎呀，一边背一会儿去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一边程咬金就背几句话去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这骡子可是越走越近。哇哈！这好几百人可就撞上了，日啪一声响箭。苍啷啷一棒铜锣敲碎，雁别翅排开，几百喽啰兵就把这道给查严了。头里的官军一看，哟，甭问，有了想法，赶紧回去报。当当当当当，就回去报。这还没走到这徐芳的跟前呢，就听着也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这炮声就响了。这徐芳、薛亮坐在马上，大半夜的还有放炮，这什么事儿？喜事儿。媳妇儿的，咱们也没有夜里娶媳妇儿的呀，干嘛出早殡去？这也太早了，这怎么意思啊？回事的，跑到东边一上报，大太保，前面有人拦路，您快看去吧。什么人拦路啊？这还要放炮的，当兵的坏，克扣军饷，苦不堪言，眼珠一转，头里啊。我看意思好像是西瓜地开张。啊，西瓜地开张还放炮吗？对呀，买卖
家开张都放，这西湖地开张他也得放啊，他图个吉利啊。哦，那我问问，这一放炮是刚种上西瓜放吗？还是这一样的西瓜熟了放？您瞧怎么了？现在六月份，自然是西瓜熟了放啊。哈哈，这可太好了，我们哥俩这一路上出来收的贿赂也不少啊，可全是金银珠宝，全是钱，没落什么吃的。今儿走到西瓜地边上，西瓜地开张，让这西瓜地掌柜的送两车西瓜来，我们哥俩也尝尝鲜儿。行，当兵的去通知那西瓜地掌柜，让他给我拉两车西瓜来。这事儿还则罢了，如若不然，一声令下，2000官兵，我马踏花腰，我可一个不留。当兵一听，好嘞，倒霉，你盯着吧。噔噔噔跑到外边，一看这罗布兵，来吧来吧来吧，给你们大寨主叫出来吧，我们太保爷要见他。回来一回话，太保爷您快瞧瞧去吧，人家老大可出来了。徐方薛呀，当当当当当走到最前边，勒住我马，做好兵阵，在这一瞧，对面雁别翅白开，好几百罗布兵。徐方薛亮一瞧，嚯，中西瓜的还不少。打当间，踏踏踏踏踏，出来这么一匹马，通体红，大肚子窝红啊，马上烧金端坐，扛着这把斧子，这斧子头在后边是扁着，是立着，可看不出来。这两位一瞧，嚯，看出西瓜地掌柜的一身绿吧。好心在这儿，大斧子一行，太忘词儿。哎，把那几句话给忘了，他紧张。太，徐方薛亮一看，干嘛呀？这位光拍手说话，这怎么意思？哪个是吧？不动上来，我走马。这底下罗布兵全傻了。哟呵，你们改词儿了？不动上来，不动马，怎么意思啊？再听这程咬金，不动上来，不动马，闲来没事，我学响马。罗布兵一听，你疯了，闲着没事学街道。今日不留钱和物，哈哈，一斧子一个，我要摘你的锅呀。就这一吼，余方薛亮在这儿一听，是西湖地掌柜的还要摘瓜吗？赶紧送过来吧，送他们过来，给我留下钱和物。就这嗓子一吼，余方薛亮这才听明白，哎呦喂，感情是响马。好家伙，大半夜打扮成这样当强了，再一看长这模样，好家伙，电影中眉，四颗獠牙，四鱼唇外，这大个子不好斗啊！这把大斧子唰，手中这么一擎，两个人谁先来？徐峰、薛亮一听，哎呀，好大胆的想法呀！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这个来吧，大个子。徐王一催这马，一晃手中这口亮银枪，可就冲来了，朝着程咬金，砰，是挺枪就刺。程咬金呢，大斧子朝下就抡，这就不像个打架比武的样。您从人家一枪扎过来，您怎么办？先拨这枪，再换人。程咬金呢，不管这，你扎我，我就砍你，赶紧这枪扎着我了，我虎背坐着你了。徐芳一瞧，这哪是上阵打仗，这不拼命来的吗？我扎着他了，他也把我砍死了。百忙当中一抽这枪，啪一挂这斧子，程咬金这斧子招变得个人快，没等他挂上这斧子呢，扳斧头，线斧短，踢牙呀，这大斧短可就过来了。徐芳一瞧，好家伙，这是什么？打架还带报名的，劈脑袋踢牙，这要踢上，牙床子全没了。好，唰一闪身，这枪刚要往外刺，程咬金这斧子可就又回来了。斧短一收回，大斧子头套耳朵啊！徐芳一瞧，拿斧子套耳朵，这家伙也忒大了。斧子头快也快，
百忙当中往下一拍，哎呦，往这马背上一趴，那斧子可就过去了。我们这斧子刀刚刚起一起，再掏啊，又回来。徐芳再哎呦，又趴着马背，这一下趴慢了我的小半拍，就是这斧子贴着他这头盔，上面打仗带盔的，顺这头盔的盔顶，啪，可就削了。斧子真快，就把这个盔给劈成两半了。头皮呢，倒没碰着太多，烧饼大小这么一块，唰，他就给削下来了。好，搂海带啪啪也折了，盔圈往下一掉，这徐芳就觉得脑子上一凉，跟着一热，唰，这血可就下来了。哇，这往下就跑，还有二百个缺量呢，举着刀在这等着呢。一看啊，自己的哥哥什么武艺，上去几招就让这大哥哥给劈了。好嘞，好厉害的响马呀！有道是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大哥让人家一斧操了，还有兄弟我呢，跑啊！哇，往下可就跑啊！这两位一跑，您算的当兵的还能在这儿站着吗？大家伙左右一瞧，哥哥兄弟，咱之前商量的还记着吗？记着呢，这太保爷管他呢。各位反穿号码，就算是投了降了，咔吧一刀把装黄杠的这箱子竹筒子全都削开，跟着抢好这银子怀里一揣，跑了就找地儿能安善良民去了。那就是富家老大财主，那大银子一跑，呼啦当轮步兵往上一冲，程咬金斧劈了大太保徐芳，站这一摆，啊哈啊哈，给我追！刘通一听，你疯了？当响马，你抢完人钱就完了，追呀你！程咬金催马得追去，刘通在后边赶紧赶他呀，哥哥回来，哥哥回来！这徐芳薛亮在头里跑，程咬金在后边追，徐芳薛亮跑跑了一回头，好家伙，什么想法呀，抢了钱还不少，非得要我们的命还追我们，好想法呀，你别追了，有能耐你留着名和姓吧，明天就让我们老王啊发来官兵，我这平山灭寨。程咬金一听，有能耐吗？呵，我怕你这个，告诉你大太爷我行不更名，坐改姓。刘通在后边一听，怎么着？还惦记报名是干嘛呀？有这么当响马的吗？哥哥快回来！这句话一说可老了，我姓程名咬金，那边一喊哥哥回来，他叫刘俊达。刘俊达一听，好嘛，还买一送一，把我也给卖里头了。快回来吧，快回来吧！追上程咬金，把这马给稳住了。头里那二位可没听清楚，为什么提着马往前跑，本来离得就远，再一个骑着马往前跑，这风往后刮，程咬金这声音传不了这么远，可没听清楚，就听了一个程达尤金，这俩名字您可记住了，可就记在这儿了。两个人哒哒哒哒哒，没有这么一两天的功夫，是败回了燕海登州城。到了门口，哎呦喂，各位一瞧，怎么着？大哥二哥这就回来了？甭问呀，这日子口肯定走不到长安城了。好，顺山东到西安多远？能这么四五天就回来了？甭问，黄道让人劫了，怎么着哥哥？别提了，赶紧给我向老王去汇报。噔噔噔进来一说，老王千岁在上，现有大太保徐芳、二太保薛亮回来复旨。啊！好，上方老杨一听这话，几天的功夫甭问，没走到长安城，黄冈就丢了。哼，让两个人报门而入。报门而入，各位自己报名字，按说应该有人喊谁谁谁进见呢，这不成，自己报，这在古代是个羞辱。两个人啊，低头大倒，徐芳的脑袋还拿白布缠着，能不能抱着我走回的进来，这边刚要说大太保徐芳，薛亮一捅他，还敢大太保呢，黄杠都丢了。这边大字刚一出来，大
大笨蛋徐晃，二笨蛋薛呀，参见父王。临走之时啊，对饮言简啊，千小心万小心，把皇上给我送到京城。说走了这么四五天，甭问皇上丢了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，老王啊，您是不知道啊，我们呀，从咱们沿海温州城走出来，刚有这么三四日，走到一个地方叫做长叶林小湖山，就听得嘡啦啦一声号炮，闯出贼人两万有余呀、啊！三五百他不能说，您带两千官兵让人抢了，那就是死罪。老王一听，怎么着？好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，好，离我这么三两日的路程，两万官兵，我的天哪，这还睡得了踏实觉吗？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跟靠山王老杨的一学，老杨的一听，哎呀，好厉害的想法呀，连我太岁靠山王的你也敢抢，行了，给我撒下一旨，全山东逮着想法，全山东大小的官员全给我叫到沿海登州城来。靠山王老杨的烟龙牵龙跳的一发，整个山东省县级以上的官员全都来到这儿了，给你们30日限，一个月30日，逮着响马了还得罢了，逮不着响马刀刀斩尽，我是认认不绝，全山东山东省的官员我是一个不留，全杀回去了去吧。好，这所有的官员这听完头皮发麻呀，这哪儿找去呀？哎，您别看所有人全都这么为难，唯独有这么一个地儿，山东省济南府历城县的这位县令，他可一丁点都不着急。为什么呀？他手下有这么一个马快班头，他太厉害了。这个人马踏黄河两岸，简打山东六府，交友四孟尝，笑舞赛珍珠。这个人就是咱们这部书的书胆，叫做秦琼秦叔宝。甭管多大的案件，到别人那儿不成，到了秦琼秦叔宝的手里，甭说30日啊，我呀给他15日限，最多了，秦琼啊一定是拿贼拿赃，能把人给我逮回来。这纸传来传去，龙天龙票传到了秦琼秦叔宝的手里。各位，传到了秦琼的手里可不要紧，惹出来一段秦琼秦叔宝三探五南庄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是染面胡须炸灯州，这才要反上钢圈。有兴趣的朋友，周五下。